一段感情爱到无话，才知你是别人的。缘分不求长短，离别若像风吹，不知阮会飞去佗。一段电话安怎解释？讲感情不通勉强，付出过就是人的。春天开的红花，冬天冷风的吹，一切拢是天赐的。心爱的，我不怪你，不怪你，天派的心都怪。伤我伤甲遐尼体底，心爱的，我无分你，无分你，无分的你做情的配，已经写甲遐尼坦白，只是爱遐尼爱过，不是缘分，定会当将一切是我的。伤我伤到遐尼体底，心爱的，我无分你，无分你，无分的你做情的配，已经写到遐尼坦白，只是爱遐尼爱过，不是缘分，就会当将一切是回忆。雅婷这首歌曲呢，在玫瑰金盔，这首歌是我们学长阿德老师写的歌词，游鸿明的曲。这首歌我当初选想的时候，其实我想到的画面是，女生很柔很柔的部分哦，你要去唱这首歌，我会觉得说，像你有时候会觉得你比较无厘头一点，阳刚，对对对对，所以要唱这样的柔的感觉的歌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我有去想象过这个画面，但是会是什么结果？我没有想象出那个画面的结果。但是今天我看到你今天的整首歌的诠释真的非常的好，而且你把女生的这种柔的部分，包括像前面第一段跟第二段的歌词，你那个情绪情感的堆叠也堆叠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棒，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你们两位的这个 PK 会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很有看头了，待会才知道。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啊。然后这个雅婷老师好。这首歌的起承转合，然后包括你编唱的时候，我们刚刚那个 VCR 的那个画面，这样回顾起来，而且每一字每一句都有，你真的有唱出它的意思出来。那这个都就是你已经进入一个歌手的状态，然后你是没有输给金曲歌王的，真的，我觉得很棒，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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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好，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阿婷，你今天扛住压力，你完全是。堆叠再堆叠，而且我很欣赏你第一段唱的副歌跟第二段唱的副歌完全是不同款的唱法，我觉得这样就对了，因为你已经忘我了，你不知道你在唱什么，但是你的歌词一字都不落去，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你进入了一个哇，这个舞台是我的，我是主人，那个感觉多多去学习，跟前辈学习很棒。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谢谢。